都没有想到会有今天。因为今天带给了我好多的感触，差点儿我可能失去了今天。因为今天不是掌握在我的手中，也因此今天给了我很多的感触。我常想，是不是年纪大的人才会有感触？是不是年纪大的人才会经验丰富呢？时间过得好快，我一直以为自己还是个小孩子，可是我仔细的算算，我竟然就度过了30个春天。回头看看，自己不就像是一个很有自信的画家，为自己的天空画上那美丽的彩虹，为自己的生命添上那缤纷的色彩。跟大家一样，我也有一个独特的童年故事。无论怎么样的平凡，在一个年幼的孩子心灵当中，谁不编织光辉的梦幻呢？打从我上幼稚园开始，我的心灵就满载的美梦，梦见周围环绕着许多羡慕的眼光，热烈的掌声，希望自己是一个引人注意的伟人。我还记得我上的幼稚园是天主教开办的，原名就叫做爱德幼稚园。那时不管是神父或者是修女，还有周围的许多人都觉得我很调皮。为了让别人认识注意到我自己，我参加了许多园里的活动，像是唱歌表演。长大后我继续参加了合唱团、球队等等。我总是爱处于一种领导者的地位。记得在班上我就想做班长，在合唱团里我就想当指挥，在一部戏里头我就想当主角，那么在学校里我就想做代表，在每一项参与的项目中我都想取得最好的成绩。可是偏偏我生长在一个长幼有序的大家族里，我们家的家规是大的看过小的。从小我就被四个哥哥看管着，憋了满腔的恨意，总想好好的表现一番，让家人惊讶相看。所以我一直告诉我自己，我要如愿以偿，我也自信我必然能够如愿以偿。拥抱着自己变
让自己深深地感动，为生命添上缤纷的色彩，宿醉于幻梦可以不醒来。人生不过是一场喜怒悲哀，让自己执着地承载，让我如愿以偿，还我心中的期盼，让我如愿以偿，即使苦涩也要尝。纵然是繁华已过，春梦一场，过尽千帆，历尽沧桑，也不会也不会遗憾。不能输是我自己的定律，跟不上哥哥们在学业上的才华，我并不后悔。我相信自己也会有杰出的天地。我选择了第八艺术，就是让自己辉煌灿烂，红透天际，耀眼群星。1982年开始踏上演艺圈，我歌唱，我替红歌星名演员设计形象，最后也精心为自己的登台演出包装。短短的几年，我从默默无闻到轰动台湾、印尼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与泰国等地的主秀王牌。那一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勇气，让汪汪的演出别具风格，弥漫了整个的演艺圈，而疯狂的汪汪就是我。
对于不支持我发展演艺事业的家人，那不正是一个成功的证明吗？我一样可以比哥哥们出色，而且比他们更能够满足供应家庭物质的需要。年少得志，呼风唤雨时，我只看见周围的狂欢，看见自己的威势，我古怪新颖，开放浪漫的表演方式，给家人多少的忧虑，多少的伤痛，而我完全不会有感觉。眼见自己在霓虹灯、浓浓的烈酒与吞云吐雾中负隅纵情地走过，我却迷惑自己，绞尽脑汁，精心策划所赚取的一切，怎么不见踪影？
不都是你我耗于一生都想拥有的宝贝吗？当这一切都在我身边垂手可得的时候，却一一的流走，我对自己的前景感觉麻木无能。每一天我都走过许多起起伏伏的路，看着无数繁华暗淡消失，来回转折，我又在远处。我彷徨了好一段日子，最后决定突破自己的局限。那是1990年，我来到了新加坡，开展新的艺术表演领域。1992年的4月1号，我踏进了广播事业，当起了FM95.8 城市频道的节目主持人。同事们都把我当作是过客，我却由衷的盼望自己能够做出一番成绩出来。说真的，对于广播来说，我确实是一个门外汉，许多的技巧都要从基本学习。我一面盼望能做得不比别人逊色，我一面又担忧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。我不晓得大家是否能够了解，当我一对麦克风与听众在收音机前谈笑风生的时候，或者每次和听众朋友心灵沟通的时候，大家是否有感触到身为主持人的我的内心是有多么的惊慌，是有多么多的感触呢？沧海桑田，尽是无奈。烟消云散，人生无常，百味上心房，关不住，锁也锁不上。万事令人烦，冷暖自下，无心事徒劳。
升日出，潮起潮来，如今沧海桑田，今世无奈。烟消云散，人生无常，百味上心房，关不住，锁也锁不上。学习又再次的让我如愿以偿，主持节目能够获得听众热烈的反应，那是一份傲人的成绩。对于年轻的我，人生还有什么遗憾呢？的确，我付出努力，承受压力，也尽情地享受成果。从踏足演艺圈后的十年光景，我每天烟酒相伴，安眠药也成了我每天的大补剂。失去它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天然的睡觉。自从我离开家人，选择自由之后，我换得的就是孤单。在跑码头的日子里，餐餐的泡面与失调的健康。1992年，我的身体开始感到疲乏无力，在我身边的朋友以为我是工作压力太大，劝我放轻松，多休息就会好。是，我经过好多次的医药检查，医生却带给我一个惊慌失措的消息。他告诉我说我的白血球过多。他告诉我，我患上了末期的血友病，还有初期的血癌。我心在我里深是疼痛，死的惊慌临到我身，恐惧占尽归到我身，
深思疼痛，死的惊慌临到我身，恐惧战惊归到我身，惊恐满过了我。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，我必愿游宿在旷野。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，我必愿游宿在旷野。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的惊慌临到我身，恐惧战惊归到我身，惊恐满了我。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，我必愿游宿在旷野。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得享安息，我必愿游宿在旷野。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我不是一直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的吗？我不是一直以为，在自己的王国里，我就是那无惧的君王。但一声一个简短的消息，竟然使我失措惊慌。我恍然的了解，在魁梧帅气的外衣内，自己只是一个脆弱的躯壳。在镜子当中，我看到自己脱落头发的我，我看到自己外表的丑陋，我更看到内心的丑陋，连明天下一秒钟也无法无权的控制。
我想过，我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却也胆怯地开始求生的盼望。许多朋友离我而去，却也另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患难见真情。当然我们不需要特意的去挖掘真正的友情，因为它总是在这样的时刻自然的呈现。弟兄姐妹陪我马不停蹄的走访一向我自己不愿意去的教会，我为着求生的希望而来，我却遇见了创造宇宙天地与自己的上帝。他要赏赐的是得救的灵魂。过去的经历一幕幕地呈现在我的眼前，我开始真正认识到我自己。在这一晃整十多年里，因为我追求名利，我做了许多的缺德的事，骄傲，疯狂，爱享受。虽然我已拥有了丰富的物质，但我仍旧孤独，我好孤独。我没有一个知心的好朋友，我没有知己，我更没有真正的满足和平安。病痛的打击把我带回了天父的面前，他不但赐给我永恒的爱，也为我洁净了我污秽的灵魂。我开始带着病痛到许多教会分享我浪子回头的喜乐，也回到台湾家人的身边。对于我这长期在外浪迹天涯的孩子忽然的回归，没有带着丰富的衣锦，却带回了一个被病魔战败的身躯。只有此刻的生命，不知明天，也不敢期望。应该欢迎迎接我，或是冷漠地排斥我。对家人来说，应该是一件非常为难的事，因为我的过去，除了嚣张跋扈之外，我不曾真切地爱过他们，体会他们因为我歪门邪道的生活而所受的创伤。可是回家的日子，家人却让我享受到温暖的爱。母亲和哥哥嫂嫂们也都在祷告中常常地纪念我的情况和需要。1993年12月，我从台北回到新加坡之后，我接到了二哥中平牧师的电话。他说我在台大接受医药检验的总结报告时一切正常。
总不能知，他会为你开心路，他是我的主，与我肩并肩同步，远的尽头，深的开始，我的心盼望，我的心路向，在那黑暗旷野路，他引领我，他是荒漠甘泉的新生命。死亡的捆绑中逃脱了出来，我当然知道生命的珍贵，我把自己的生命交还给创造我的天父手中。是的，今天我活着，就像圣经中所说的，那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知道自己仍旧是一个软弱不完全的人，需要旁边很多人的教导、谅解和勉励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我要向妈妈、哥哥、嫂嫂、侄儿侄女们说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重新的学习，成熟、稳健、长大。我希望妈妈，您还会再来新加坡。我也想告诉一些被我曾经伤害过、得罪过的朋友们，我因为信了耶稣基督，对于自己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，向你们道歉。
接下来的生命，我盼望自己能够按照上帝的带领来安排生活，无论在演艺圈、广播事业上，或是在服事的侍奉上，我更盼望继续学习基督的教导，希望上帝给我第二个30年。在此，我更愿大家能够与我有共同的体会，在渺茫短促的人生当中，找到你我那真正的最爱。我愿生命中的每一天能从最爱中清醒，我更期待和你听见世界有更多你的声音，就像一片海洋，让我变得不一样。若是有爱，就有方向，从此就不再孤单。你是我的最爱，我愿生命能从最爱中清醒，我更期待和你听见世界有更多你的声音。爱就像一片海洋，让我变得不一样。若是有爱，就有方向，从此就不再孤单。你是我的最爱，我的最亲，我的最爱，伴我入梦，伴我醒来，细细叮咛，相互感应，温柔言语，是我的最爱，我的最亲，我的最爱，伴我入梦，伴我醒来，细细叮咛，相互感应，温柔言语，是我的最爱，我的最亲，我的最爱，伴我入梦，伴我醒来，细细叮咛，相互感应，温柔言语。是我的最爱。
我心里不再犹豫，不再感伤，神秘的释放，口中歌唱，跟我一起跳舞，快乐分享，跟我一起欢唱。我心里好比清晨亮丽阳光，生命开始绽放新的希望，跟我一起踏上新的路上，跟我一起欢唱。愿我们跳舞赞美他的名，愿我们击鼓弹琴歌颂他，因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，他永久恩作谦卑人的装饰。愿我们跳舞赞美释放，口中歌唱，跟我一起跳舞，快乐分享，跟我一起欢唱。我心里好比清晨亮丽阳光，生命开始绽放新的希望，跟我一起踏上新的路上，跟我一起欢唱。我心里不再犹豫，不再感伤，生命的释放，口中歌唱，跟我一起跳舞，快乐分享，跟我一起欢唱。我心里好比清晨亮丽阳光，生命开始绽放新的希望，跟我一起踏上新的路上，跟我一起欢唱。愿我们跳舞赞美他的名，愿我们击鼓弹琴歌颂他，因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，他永久恩作谦卑人的装饰。愿我们跳舞赞美他的名，击鼓弹琴歌颂他，因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，他永久恩作谦卑人的装饰。我心里不再犹豫，不再感伤，生命的释放，口中歌唱，跟我一起跳舞，快乐奔向，跟我一起欢唱。我心里好比清晨亮丽阳光，生命开始绽放新的希望，踏上新的路上，跟我一起欢唱。我心里不再犹豫，不再感伤，生命已得释放，口中歌唱，跟我一起跳舞，快乐分享，跟我一起欢唱。我心里好比清晨亮丽阳光，生命开始绽放新的希望，跟我一起踏上新的路上，跟我一起欢唱。日头月亮都要赞美，夜间星宿都要赞美，天上地天，天上地水都要赞美，都要赞美，日头月亮都要赞美，夜间星宿都要赞美，天上地天，天上地水都要赞美，都要赞美。我不再害怕，不再伤心，不再伤感，生命充满希望，充满阳光，充满力量，无论什么方向，什么风霜，什么什么样，跟我一起分享，一起翱翔，一起来欢唱，看看看看看，凡是有的耶稣一起来当当，快快快快快，跟我一起跳舞歌唱，全心来欢唱，有的信心爱心盼望是你的回响。我心里不再犹豫，不再感伤，生命已得释放，口中歌唱，跟我一起跳舞，快乐奔向，跟我一起欢唱。我心里好比清晨亮丽阳光，生命开始绽放新的希望，跟我一起踏上新的路向，跟我一起欢唱。我心里不再犹豫，不再感伤，生命已得释放，口中歌唱，跟我一起跳舞，快乐奔向，跟我一起欢唱。我心里好比清晨亮丽阳光，生命开始绽放新的希望，跟我一起踏上新的路向，跟我一起欢唱。我心里不再犹豫，不再感伤，生命已得释放，口中我是二哥，我现在在桃园哈，打电话给你，很抱歉，因为我现在在学校那边啊，那个宿舍的电话不能够打长途的，不能够打国际的，所以我就不方便从那边打电话。那我今天是回到桃园，然后我听妈妈说你也有打电话回去，也有说啊你在那边的情况都很好，
那边的弟兄姊妹很关心我们哈，也特别有在为我的祷告，那我很感谢哈，你们也带我向他们来哈来转达一下我的感激哈。那我知道你上次有提到说12月5号就是这个礼拜天，那个圣大臣布道会在新加坡体育场，然后你要在那里做见证，所以我们也有在为你祷告，希望你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和能力哈，继续的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哈，能够有美好的见证。然后我们继续的求神啊，使用你，祝福你。那你的报告，医院的报告哈，我去了2次了，那一次呢就是去查问医生你的情况，那医生根据这个检查的结果说你的报告完全是正常。哈利路亚！现在是好的，感谢主啊，现在已经真的是完全医治了。